还有谁想死？站出来！你究竟要把我们带去哪儿？既然你们都想死，好，我就成全你。我们玩个游戏，如果你们赢了，就可以活着下来。怎么，不敢了？那好，我们按先后顺序来。赵总，在开枪之前，我能有一个请求吗？你说。我想给我的家人打一个电话，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跟他们交代。没事，我挺好的，我就是想你了。老公，你要记得，以后工作不要太辛苦，熬夜伤身体。我以后要是不在了，你记得好好照顾自己，按时吃饭。哦，对了，银行卡放在卧室的枕头底下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二，
来。想死，我成全你。傻，我怎么能让你这样？